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吉智的新慈，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操作闷敷。在开始操作闷敷之前，要先跟大家说闷敷的目的有哪些。闷敷的目的主要是闷软老废角质，软化角质酸。那角质酸呢，就是在我们脸上毛孔里有一颗一颗的粉刺，在认真闷敷时可以促进粉刺排出，所以会感觉粉刺越来越多。粉刺排出后，毛孔就会变回原本的大小，因为角质堆积而造成的卡斑也可以获得改善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